什么真爱任务吗？荒野行动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最近在玩那个呢。富狂哥，你去吧。花枝上指点，就送你的江南去北燕。你说等着你，素描那雪景。播吗？今天晚上播，那个我是19号的机票，19号晚上用手机直播，我去那边就不带电脑了。去广州啊！春风吹，吹开花枝上指点，我送你到江南去北。雪季回来和我对坐泡茶去。